这个的时候是6.18，到今年的7.2。你俩写完作业，下午一会儿让你爸爸带我们出去吃饭，好吧？我们还拿草稿纸算了。中午1点了，出来吃个饭。最近美元汇率不是升值了嘛，然后每个月可以多兑一点钱。哎呦妈！带两个孩子一会儿去超市买点好吃的。高兴啊！妈，有一把他摔了。今天是端午节3天假期的最后一天，这个商场还人还比较少一些，别的比较火爆的商场像沙之船呀什么，车都停不进去。看他又要挑玩具，不能超过50哦。整可以吗？50整可以，不能超过50。梦门，你给你挑了一个毯子，哎呦。牛一涵给他挑了一个汽车，墨门挑了一个抱枕、毯子，还打88折，满68，啊，满68打88折，还不错啊，名创优品。现在一块儿去吃个饭，墨门想吃啥？牛一涵不知道，那就随便吃了。六小汤包吗？小心点啊！你俩吃小酥肉还是糖醋里脊？糖醋里脊，糖醋里脊。哎，要了要了。炒米饭。给你们都要了。好。这什么？咱今天都打折，吃个小六汤包，满120又减25。那不行吗？今天过节吗？哦。啊，今天买东西。嗯，打折。双菇蒸饺，这凉拌面筋挺好吃的，你俩尝一下。要了2碗黄桂粥，黄桂粥挺好喝的。还没上完呢，其实。嗯，你俩的米饭再稍微等一会儿。还有一锅蒸饺。这个是个笋吗？嗯。你俩尝这个，这个笋也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吃，嗯，糯糯的。别急别急，慢慢吃。哎，这好像不是我们的。你看你快短的。咱们垫着呀。别人短的，是别人短啊。啊。啊，是的。菠萝糖醋里脊，你俩尝一下。菠萝里面有菠萝。嗯。今天吃的高兴。你俩坐着吃，能不能坐着吃？别急，慢慢坐着吃。我给你往过放点。你俩放到跟前吃。今天这顿饭吃的香。他俩吃，可以。炒米饭还有糖醋里脊都是你俩喜欢吃的。都是汇率上涨之后免费赠送给你们的。这个是双菇蒸饺，这个是荠菜蒸饺。我是喜欢吃这种荠菜。吃蒸饺调个蘸汁，它这都有，油泼辣子还有醋。吃一个，好吃的。你俩要不要吃个蒸饺？我要吃米饭。不吃。米饭来给你过，刚好这样，米饭上来了，扬州炒饭。好了，拿勺子吃吧。你俩吃不吃？不吃。你俩快点吧，快吃饭，别玩了。不行。什么？你哥一点都不浪费。牛一涵，你真是一点都不浪费。粒粒皆辛苦。粒粒皆辛苦。牛一涵吃的可美了，墨门再给你拨点米饭。不要。
走。超市里那儿，给两个孩子买一些酸奶。豆打折，这洗衣液16.9折，原价56，打完折好像30多。他俩想吃这个阳光玫瑰，买一个这阳光玫瑰啊、哦，绿色的葡萄32。好了，准备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妈妈又打架了。嗯，提一下东西就安静了。走吧。牛一涵提了2个，左手一个，右手。强不强？我也还是男子汉了。走。走这边来。哎，一人吃一个绿豆糕，可好吃了。吃个绿豆糕心情就好了，你俩就不要打架，给。吃个绿豆糕心情就好了。买完东西了。回家。妈，嗯，你有绿豆糕吗？没有。你既然比绿豆糕低。嗯。豆糕不是有个糕子？对啊，不是那个。你还是？你俩还跳跃思维。有没有绿豆糕？刚才你们买了这个葡萄。我尝一下阳光玫瑰。嗯，好热。好吃不？嗯，不好吃。不好吃。为啥？跟那种，跟那熟一样。又酸又硬。不酸呀，我刚吃那个不酸。不算，我爱吃这个酸呢。收到一份邮件，是 YouTube， 好，工资21号支付，但是还没有到账呢。我刚查了下，还没有到账。一般要缓上2-3天才到。幸好最近这个美元还给升值了，现在好像是1美元兑7.2，七点二。前一阵好像还是6.9。最低的时候是6.18。啊、哦，去年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意义还挺大的，相当于，突然又增加了一小笔费用，破七了，从去年6.18到今年的7.2，升了一个点，然后每个月可以多兑一点钱，最起码能够吃一顿饭是吧？哦，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头条说是娃在美国好像上学。但是后面花的费用就比较高了，因为它是人民币要兑成美元了，所以就是这个有利有弊。嗯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还是那样，每个月留100块钱，然后随着全都一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，拜拜。